职业摔角选手、转战影视圈的好莱坞巨星巨石强森，拥有健壮的肌肉、硬汉形象，深植人心。但私底下的他经常展现女儿傻瓜的面貌。日前，他在 IG 分享了与小女儿互动的影片，并在文中透露自己连夜搭飞机回家，就为了能在早上7点准时进门吃早餐，以及和女儿玩爱心爸爸卷。只见影片中，4岁女儿把自己卷成球状，小小的身体勾在爸爸的手臂上，而巨石强森则像独臂举哑铃一般，用了右臂再换左臂。父女俩爽朗的笑声感染许多人，温馨有爱的互动引发热议，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女儿真的好可爱，享受亲子时间的同时还能锻炼身体，真的是很棒的想法呢。